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是我 Minano Yuki 啊。咁我今日翻嚟咧，就教大家做呢一个嘅西童子任务，或者叫西子任务。其实呢两个是但一个拣一个啦。咁我今日可能做咗西子先啦。咁之后就再童子啦。咁啊，开始啦。咁基本上要准备嘅嘢好简单啊，即系30level以上完成任务点20点或以上。咁啊。装备的物品呢就需要有桃子的，桃子啦。好，咁带住海堤咧，就去呢个唐卡揾呢个唐卡的工房行会，揾呢一个唔知咩 NPC 就同佢倾偈。咁啊，基本上就可以去唐卡岛啦。咁我哋用飞空艇飞过去啦。7点定系等我睇下先，7点钟方向左右啦，有个飞空艇嘅码头嘅。好，咁啊去呢个位置啦，咁啊揾一个 NPC 对话。咁啊装备桃子嘅时候咧，就要冇人凭依喺身上嘅。咁啊，带佢去呢个唐卡呢个嘅利塔活动木偶工作室，就话同呢个利塔对话。利塔应该呢个系啦，同佢对话。咁对话期间咧，就同呢一个倾偈话交谈啦。咁啊，听到啲声咁样啦，又系咁啊，按耐啦，跟住再同呢一个。佢俾咗个嘅物品我哋，唔知咩嚟嘅。咁啊，同佢讲话指导。好，咁啊，唔知话制作啲乜嘢啦。咁啊，再睇下先，去唐家岛揾另外个商，揾另外一个人对话。咁啊，喺10点钟方向嘅，11点钟方向嘅，咁啊，咁导游过去啦。在哪个位置呢？ OK， 地图这里。这个找这个以前叫月儿大师啊。月儿大师在哪里呢？他不见了人的。好，跟着呢找不到他，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所以去这个东国。东国的帕斯特街道，找这个的飞空艇的匠人。去东国就应该是这里，找到一个东方海峡穿过去啦，可以去到这个的飞空艇匠人的位置。好，去到之后再回来啦。飞空艇匠人，咁啊比较远嘅都。好，咁差唔多去到嗰个嘅街道嘅嗰个 NPC 里边啦。咁啊见到喺嗰个地图位置嘅6点钟方向左右啦，咁啊。有一个 NPC 咁啊，同佢对话，飞空艇职人，咁啊，应该呢个任务咧，如无意外就应该好似唔使打唔系。咁装备其中一只桃子或者海堤咧，咁最基本要有桃子啦，桃子基本上就已经搞掂晒。西子啦，西子任务尽啦。好，跟住咧，化装备海堤咧就翻去唐卡同佢对话啦。唐卡咧，
翻到唐卡再翻嚟。好，咁啊，去到呢一个东方海峡啦，咁之后咧就飞去唐卡岛。唐卡岛。好，咁依家翻到唐卡岛啦，咁啊点翻呢一个自动导航啦，咁啊行翻过去就 OK 啦。翻去唐卡岛揾翻啱啱我哋一开始嗰个 NPC 同佢对话，咁装备其中一只海堤咧就可以入去。咁记得装备唔同海堤咧就会有。报告啦，你 good， 系啦，我哋要去呢个嘅西子嘅嗰个嘅地图同佢讲嘢。同佢傾偈之後咧，就會變咗可愛嘅西子啊！就可以睇到可愛嘅西子，失敗咗。None of this。引擎有問題，咁所以要翻去上城揾下城嘅伊達。咁可能流程方面咧，我都会摆翻落去 YouTube 里边嘅下面个位置，即系个 info 位置咧，你哋大家可以睇翻嘅。好，咁去到下城再翻嚟。好啦，咁去到下城咧，就揾 NPC 咧，系以前叫做呢一个中文翻译应该叫做下城的优秀阿姨啊。或者叫优秀的阿姨，系啦，咁喺地图呢一个嘅中间位置啦，咁同佢对话，同佢对话完之后咧，就去到南桥南方平原个桥，即系南桥位置咧，就揾呢一个进入呢个南军室，就揾呢个玛莎，就应该同佢对话之后咧，就会。同呢一个塔里嘅哈尔列同埋呢个艾米尔对话，基本上后期嘅海堤任务都应该冇之前嘅咁多步骤嘅，或者就算佢哋任务多都好啦，都只系跑腿多咯，唔系话好多任务。同玛莎倾偈啦。咁啊，行出去出发去一个任务点啦。咁再同艾米尔倾偈啦。咁再同呢个嘅玛莎倾偈啦。光之塔。去到呢度之后咧，睇下先，再同玛莎倾偈。看看啊，光之塔的强力机械怪兽无理的战斗，去到光之塔的下城呢，就跟玛莎对话，如果没有跟玛莎对话呢，就直接冲入光之塔，青子就会出来阻止的。那去下城，好，咁啊冇同玛莎对话就可以冲落去下面嗰个嘅位置，要发掘呢、這、一个，同艾米尔对话，截交。
去光之塔的四楼啊，我现在在下层，真的要上四楼。四楼的工房，机械快活图鉴，日光之塔四楼在左上方的空地找啊，左上方空地找到這個了，跟住之後呢就回去公堂卡，應該打完這個之後呢就可以回去堂卡，就找利塔聊天，應該任務差不多去到尾聲了。好，咁我哋翻到唐卡。好，咁翻到唐卡之後咧，就去翻撳翻呢個導航啦，行翻入去回同嗰個第一次接觸嗰個 NPC 對話。因為我已經揾到嗰個 warm 噶啦，已經任務點呢度。咁記得嗰個光之塔四樓咧，喺個平台左上角個位置就揾到啦。咁入去同呢一個嘅地塔對話啦。失去了啦，跟住咧，好再去多次个飞空艇，同呢一个对话。对话完之后咧，就同翻利塔对话。咁任务完成咗啦，咁西子就会入手噶啦。基本上西子就咁样入手啦。Hello， 又见面啦。好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先。咁有咩问题，记得喺下面留言。咁欢迎大家，如果中意嘅话，就5个 like 啦。我哋咁先，拜拜。